大家好，那么今天呢，看我穿成这个样子，很明显今天卖的房子跟普通的房子是不一样的。大家哎，等会儿，明知道我们到村里来了，到一个山上卖山头，你怎么还穿成？什么意思？好，行，那你去接电话去吧，你去接电话去吧。二比二，这你谁二比二？哎，还把我的书给抢走了，啊！今天我们卖的这套房子呢，在 One Tree Hill，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简而言之一句话，如果你想有一块特别大的地，你想有一个自己的山头，来这里看这套房子。因为我们这个房子距离市中心大概开车40分钟的地方，但是呢，整个周边的一片全部都是像农场一样的这个整个野外的感觉，澳洲大农村。接下来带大家去后院看看，跟我来。看整个峡谷，所以说如果您要是想买一个三房一厅一卫一厨，并且呢在这么一个离市中心开车距离大概40分钟左右的这么一个位置，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闹中取静的这么一个像农场一样的感觉的话呢，你想拥有这座山头就过来跟我们联系。我是王一林，KKKK KK， 走丢了，地太大了。好，有兴趣跟我们联系。我是王一林 ，KK 丢了，再见。